巧，刚离开你两天，我就开始失眠了。此时培训班的同学都已经睡了，整栋大楼的灯光都灭了。我独自一个人站在招待所的院子里，看着满天的星星跟你说话。你已经睡着了吧？梦里想什么呢？我真希望这会儿你就在我身边，那我一定就不顾一切地把你抱在怀里。跟我结婚吧，细乔，你记住，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最爱的人永远是你。齐翔，你怎么了？你干什么呀？你笑什么呀？你别笑了，你停一停，你别笑了。我笑了吗？我没笑啊。你笑什么呀？你不许笑了。我陈大明，你告诉我这些干嘛？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呀？齐乔，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把黄小梦那个王八蛋忘得一干二净。如果你不把他忘了，我就大嘴巴扇你。我说咱俩连朋友都做不成，听懂了吗？不值得。他不值得，不值得，你值不值得？说这黄小帽哈、啊，他多不是东西啊！啊，把人家齐桥的录取通知书给撕了，害得人家齐桥啊连大学都没上成。哎，你说他那会儿哈、啊，整天骑个自行车吧往厂里边跑，哎呀，给人家送这个送那个的，那全厂的人都知道了，明明就已经是乔小昭家的女婿了。你说这人还真不能看外表，啊？你说那黄小帽看上去多老实啊，谁能想到他会干出这种事来呢？说到底啊，还是齐乔年龄小，太幼稚。哎呦，那哪是幼稚啊，说来说去啊，他就是招男人的命，随他妈。你这跟他妈啥关系啊？嗯，像这个年龄啊，最容易出事了。行了，咱也甭光说人齐乔，花沙呀也得好好给我盯住了，绝对不能让别人欺负我姑娘。华沙呀，还是随我。那男的谁敢欺负他呀？谁要欺负他，那迎接豺狼的就是刀枪。哟，你可真会比喻啊！行，那不是豺狼是什么呀？把人家齐桥都给吃了，嚼吧嚼吧又吐出来了，多恶心！想一想啊，这娘俩也真是命够苦的。你说遇见这种事儿，说来说去啊，这倒霉的都是女的。要不怎么说呢，痴心女子负心汉呢，男的就没一个好东西。哎呀，行了行了，打住啊，你要一说啊就打击一大片。哦对了，你是好东西，你还以为你真是什么好东西，幸亏当年我没让你吃了，有公社书记保护着我，要不然我也像齐乔似的，这一辈子怎么嫁人呢？行啊，挺有才呀、啊，啊，挺会联想。哎，说正经的，将来哪一天呢，我要是死在你前边，你还找不找啊？不找。为什么呀？我怕你找我打架。
废话，我都死了，我还找你打哪门子架呀？真是！你告诉我，你到底找不找？不找。干嘛不找啊？那多亏呀！哎呀，你放心，我呀，保证死在你前面。你干嘛要死在我前面啊？像你这么关心我，你说我还能承受吗？啊？哎，我关心你又怎么了？我承受不了。不行，凭什么让你死我前面？我就得死你前面。为什么？你老让我伤心啊，我也得让你伤伤心，让你得为我忙活忙活。我才不伤心呢，我也不为你忙活，到时候啊，我就弄个最省事儿最省钱的，用个破席子把你卷吧卷吧喂狼。马永善，你这王八蛋！哎哎哎，你再说，不会不会不会，你再说啊！喂我行吧？啊，喂我！你要是呀呀呀呀呀呀！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早晚有一天呢，你想害死我，我都知道。哎呀，瞎想吧啊！你就。各位亲朋好友，今天是黄小茂、王丽丽的结婚大喜之日，让我们掌声响起，有请我们的男方的代表黄局长讲话。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参加小茂和丽丽的婚礼。在此，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大家。家有天成，白发偕老，我和小茂的母亲衷心祝福丽丽和小茂工作生产两不误，事业家庭双丰收。谢谢黄局长，接下来我们掌声响起，有请我们尊敬的王主任女方的代表为新郎新娘送上最真诚的祝福，掌声响起，有请王主任。我刚去了趟欧洲考察，参观了一次在教堂举行的婚礼，让我这个土包子大开了眼界呢。那新郎呢，穿着黑色的礼服，象征着庄重；那新娘呢，穿着雪白的长裙，象征着纯洁。神父在新郎新娘举行仪式之前，要先向所有在场的来宾问一句：在座的各位，如果对这对新人的结合有意见的，请当众说出，否则婚礼将正式举行。我有话要说。他怎么来了？我也不知道啊。你是什么人？林师傅是我请来的，那顶头发就是他做的。不好意思，诸位，打搅了。本来今天我并不想来参加本次婚礼，但是我来了，因为在这个盛大的婚宴的现场，就在这个舞台上站着一个骗子。此刻这个骗子正在兴高采烈地庆祝着他自己的婚礼，却有另外一位姑娘正躲在家里偷偷地哭泣。去年夏天高考的时候，为了不让那个姑娘离开自己，他利用职务之便，利用当邮递员的机会，公然违反了法律，
竟然撕毁了那个女孩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他害得一个烈士的子女考上了大学却无学可上，然后又花言巧语，用尽了一切的手段骗取了那个姑娘的感情。后来为了能够调动工作到省城，他又欺上瞒下，骗取了一位尊敬的领导，也就是王主任您的青睐。就在20天以前，在他刚刚从干部培训班回来的当天晚上，也就是1月5号的晚上的6:30，就在云峰楼的2楼，当着双方父母还有各位亲友的面，他跟尊敬的王主任您的女儿王丽丽小姐订了婚。再后来，就在第二天1月6号的晚上，他拿着王局长您给他的2张您要求他送给王丽丽小姐的电影票，背着王丽丽小姐给了那个姑娘。就在当天晚上，在星光电影院，这个畜生引诱那个姑娘跟他发生了关系。你胡说，这不是真的。我比你更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但是很遗憾，我刚才所说的每一句话星光电影院的所有保卫人员和开通巷派出所当夜值班的全体警察都可以给我作证。只因为他是黄局长，黄局长，只因为他是您黄局长的儿子，所以整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竟然不了了之了。如果不是我拿到了这张满天飞的红皮请帖，那个姑娘直到此时此刻还不会知道她的心上人会背着她在这儿跟别的女人结婚。此时此刻那个姑娘还在家里傻傻的等着，在那个姑娘20岁生日的当天，她的男朋友会去向他求婚，这就是这个畜生跟他许下的诺言。皇上，培训班的同学都已经睡了，整栋大楼的灯光都灭了，我独自一个人站在招待所的院子里，看着满天的星星跟你说话。你已经睡着了吧？梦里想什么呢？我真希望这会儿你就在我身边，那我一定就不顾一切地把你抱在怀里。跟我结婚吧，西乔，你记住，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最爱的人永远是你。谢，你看到我头上来了，你混蛋你！听说呀，婚礼可热闹了，去了上百口子人，有鼻子有脸的都去了。人家女方家是省城的大干部。哦，怪不得黄小茂把齐乔给蹬了，没良心的东西。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黄小茂才不傻呢。虽然他看不上王主任的女儿，可实惠啊，父子俩后半辈子心都踏实了，也值了。我要是乔大夫，我就到他婚礼上去闹一场。他不让我舒服，我也不让他好过。闹是闹了，小马跟陈大明去闹呢。哎呦喂，闹得天翻地覆，差点没打起来。怪不得华山回来说过瘾过瘾。哎呦，哎，听说乔大夫也去了，
跟黄家要赔偿。凭什么你们家黄小茂把我家闺女都那样了，又不要我们了？哎，不过乔大夫可不像个能闹的人，人不可貌相。你以为就咱工人能闹？真到节骨眼上，谁也不含糊，是吧？哟，乔大夫，你也来打饭了？你们这儿说什么呢？这么热闹啊！没事，我们在这瞎聊瞎聊了，瞎聊。看见没？乔大夫那脸都绿了。我知道，他们在议论我。嗨，甭理他们，让他们说去。哎，我跟你说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等时间一长啊，他们也就不说了。郝姐。你说咱们生儿育女累死累活的是为了什么呀？还不是为了他们，连这一点他都不懂。这常言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嘛。他性格就倔呀，什么事儿都得碰了南墙撞得头破血流他才能明白。老马说这事儿啊，齐乔也是个受害者，他现在肯定啊连肠子都悔青了。你这当妈的回去以后就别再说了，听着呀。我现在再说他又有什么用啊？什么都晚。陈大明就跟包公断案似的，他把黄小茂的罪行一一列举，哎，真是太过瘾了，太解气了。我敢断定，那个黄小茂跟王丽丽肯定是过不下去了。哎，季乔，我说这么半天，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我听见了。听见你还这样，本来是我完了，现在他也完了，都完了。不一样，黄小茂那是罪有应得，你是受害者。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说，我也不想听你说。齐翔，华沙吃饭了，快来。你们吃吧，我不饿，我不吃。老不吃也不行啊，胃都弄坏了。我不想吃。哎呦，这不吃可不行啊，你天天不吃不喝，也不洗脸也不上班的，我忙完外边啊又忙家里，我刚抢救完病人，连口水我都没喝呀，我就跑到食堂排队给你买饭去了。来来来，有你爱吃的，快快快快来，快上，快来，走。我不吃。哟，快吃吧，好女儿。我不想吃。我不吃啊，不吃也得吃，吃。乔阿姨，你别生气。我能不生气吗？出了这样的事，我说过他什么重话了吗？我知道你难过，我不忍心戳你的伤口。你要是懂事的孩子，就应该振作起来，从哪儿摔倒的从哪儿爬起来。要么你好好学习，要么你好好上班，你成天这么哭天抹泪的算怎么回事啊？你，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个黄小茂就不是什么好人，你听了吗？走到今天这一步，赖谁呀？都怪你自己。你也不说，还往你爸你妈脸上抹黑，弄得我走到哪儿都让人戳我的脊梁骨，你知道吗？你吃，给我吃，吃！你干嘛去？要干嘛？要干嘛？我要去宿舍住了。你怎么又乱混呀你？我做妈的还不能说你几句了？哎啊！Thank you.
七强，来，尝尝好阿姨做的大馅包子，吃吧。是啊，姐妹们都在呢吧？都光着了吧？又是你小子吧？对，就是你吧。全都你来了，都坐吧，都坐。我还都不要脸，这咋好吃的多？荷包蛋给我吃。怎么了，米饭？贵。这，我用粮票换。不仅粮票才换一斤，就那一个鸡蛋，给谁吃不给谁吃啊？哪知道今天这么多人，要不是这样，咱们让他吃，他让谁吃谁就吃，行不行？好啊。嘿，米饭，你还真神呀！这咋了嘛？这想给谁吃就给谁吃呗。这咋了嘛？这不是他说的吗？去。米饭，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怪怪的，不对劲儿啊？咋了？干活的时候忙前忙后帮人齐桥，这不有个鸡蛋还给了小齐，你怎么就围着他一个人转呀？哎，那是杜春花，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的。我跟小齐本来就没啥吧，就算有啥也用不了你在这瞎咧咧。嗨，米先生，你这可是没事找事。我开玩笑的嘛，你急什么呀你？哎，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你这口都说的啥嘛？不知道你想啥，有一点屁事在你这儿都是乱七八糟的。臭米饭，你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了你这么伤心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为啥嘛？我不就是看他不高兴想挨骂挨骂他吗？我同情他咋了吗？我想让他高兴点咋了吗？而且我想跟他说，一个蚊子在你身上叮个包没事，吐口唾沫咬咬就好。要是有人在这臭嘴瞎说八道的话，说啥以后名声不好了就没男人要了，不好听他的胡说。哎，我今儿还告诉你，今天只要齐桥同意，我告诉你，我敢当着厂里所有人的面宣布，我要娶齐桥，咋了吗？你们在？你是在这儿吃饭呢，还是在这胡说八道呢？我没胡说八道，我说的是实话，我就要娶的，咋了吗？你让人外头组织的人听着像啥样子？谁跟他吵了？是他吃错药了。你才吃错药了呢！我吃错药了，吃错药了！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吃错药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吵啥吵？这就是啥？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董春花呢？今天就碰着了个不要命的，赶紧吃，赶紧吃，上班去。小齐，你也赶紧吃啊！神经病，还不是玩笑？以后别开玩笑。谁愿意跟你开玩笑玩笑？别开玩笑了，以后你别理我。啥女的？你说像董春花那张臭嘴，你让她说几句就完事儿了。你今天是咋了？啊，见火就着？就像她说的呢，你也吃错药了？不是，我就不愿意她在那面前满嘴喷粪的。哎，你就说我陈大明原来在那嘴里是个啥吧，就是一个臭流氓。后来呢，要没有这个臭流氓，没有陈大明，他早嗝屁了。他从这儿说话呢？你说像这话，你能让他听着不？他听着是不是又得吵架？吵就吵，那又不怕的。米饭，你今天也够奇怪的啊！本来没什么事儿，让你这么一吵，好像真跟齐桥有什么事儿似的。小马，行了，上班去吧啊！嫂子走。你也快点吃。今天这顿饭吃的真够堵的慌。走。以后啊，这生意你就别来了啊！我告诉你，米先生啊。你要再这样胡勒勒，我就对你不客气。我怕你啊，我。米饭。咋？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是。
你娶我吧。那件女子俩都不够呢。七巧，摆的也太大了，你看，要像那摆这么大了，你看这样才行。那掰那么碎啊？对呀。这也太麻烦了。你我是心里有货，那给你说，吃羊肉泡馍就专门治上火。你就边摆，你就边想，让你们在背地里看笑话，让你们在背地里说那坏话，端着碗就吃，沾枕头就睡，他们自己说着说着也就没劲了。你真逗。哎，你就把自己养的白白胖胖，然后满面红光，而且你听我说，边思你边想。让你们在背后说坏话，让你在背后说坏话，让你看那笑话，让你看我笑话，你试试。让你说我坏话，让你说我坏话，怎么样？心情好点了吧？哎，你这么会过，怎么还一个人呀？前两年。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那没有给你说个立柜的事吗？没有啊，什么立柜？前两年人家给我介绍一个对象，俺俩见完面以后，他觉得那还不错，就是条件差了点。他就跟我说，他说咱俩可以结婚，首先我得要房，那就心想这咋办呢？后来呢，就问厂里把这间房给要了下来。他说：“那还要三大件儿。”我心想，这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对不对？不花钱哪能套来媳妇儿？那就一年都没有吃肉，也没给家里寄钱。结果那就把这三大件给凑齐了。那这不就行了吗？对呀，那心里那个闷呀，终于想，哎呀，那米先生终于可以娶着媳妇儿了。后来人家又跟我说，那要立柜，那怎么办呀？那掰都掰了，那还差这一嘚瑟。那说行，那给你立柜。那你上哪儿弄去啊？后来结婚之前他就来了，他就满屋里找，他就冲着我说：“米先生，那你立柜呢？”立柜，那就是立柜啊。哎呀，那要的是装衣服的立柜。呀，完了，我理解错了。那因为结婚以后你让他立，那就给你立上；你让他给你跪上，那就给你跪上。这么个立柜啊？哎，那后来他怎么说？你没见，当时听完那说的那些话，脸咵嚓一下子就掉地上了，转身就走了。这时候也就吹了。他真傻，错过你这样一个好人。小琪，你还记得那天我给你看手相跟你说的那些话吗？你算得真准，都让你给说中了。其实我呀，就不会啥看手相，就是一种感觉。我就觉得姓黄和孝子心眼太多太坏，而你又太善良太单纯，
你俩是没有缘分的。你看那说的没有错吧？你到他那儿还是栽跟头了吧？那你觉得咱俩有缘分吗？有啊，当然有啊。你想想，你要是在姓黄小子面前不栽跟头，你能栽在那怀里吗？那就是了，这吃亏是福，幸福一来啥都当不住。你别说陕西话。那普通话学的不好，习惯说陕西话呗。那你觉得跟我在一起幸福吗？幸福，美得很，心里头美得很。堂开了，我们姑就骗了，我给你盛汤去啊。韭菜咋卖的？韭菜咋卖的？韭菜一毛二，便宜点，别的地方都一毛一，一毛。哎，要多少？拿看看呀，看。哎，哟，你先生呢？哎，今天你又鼓捣什么好吃的呀？啊？做馅儿。还做馅儿，你一个人也不嫌麻烦呢。那就不愿意听你们这些人说话。那一个人咋了嘛？那一个人就不能做饭吃了？再说了，给我称一下。那现在也是两个人吃。哟哟哟哟，嗨，我说米先生，你平时啊跟大家伙啊胡说八道，嘻嘻哈哈也就过去了。嘿，现在还当起真来了。一毛五。啊，好家伙的，哎呀，我告诉你啊。我这可是话糙理不糙。二十五。哎，你呀、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个儿，你说你跟齐乔哪靠谱啊？啊，你怎么想起跟他结婚来了？你们俩就是做梦，那也梦不到一块儿啊。哎，那就想知道啥叫靠谱。你就说那个局长他儿子靠谱吧，结果怎么样？就单凭这一点，那就能配得上了，他也能看得上我。哎，行了行了，那就能让他踏踏实实过日子。那你说谁不能踏实过日子？哎，就拿这一毛钱韭菜来说，哎，我这边做韭菜鸡蛋，这边做韭菜羊肉，那拿它我包馅饼，那拿它包饺子，那能这么一直踏踏实实跟伺候他一辈子，让他吃香的喝辣的，不让他掉一滴眼泪，你说那能配得上？配个屁！人家齐乔都快成大学生了，谁还能有那时间跟你琢磨着一毛钱韭菜呀？能做这样，能做那样，而且还得琢磨一辈子。你呀，别做美梦了啊！来，您给我算算多少钱？连他一共四毛。什么？干嘛连他呀？我不给他交钱，让他自个儿交。哎，你说，好，我这就算我米先生，我配不上齐乔，人家都有一句老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哎，那米先生跟齐乔，哦，他那朵鲜花就插在那这一朵这捧牛粪上了。啊，那癞蛤蟆就就想吃他这羊肉了。但我今天告诉你，齐乔，我去定了，而且呀，除非是他自己改变主意，听明白了吗？多少钱？我跟你说啊，齐乔这事儿啊，我算是给你打招呼了啊。哎，你千万别再做梦了，我告诉你不可能，没这事儿。这多少钱？那这也一毛四吗？齐乔，没有比你现在的想法更愚蠢的了。你还正常吗？现在你了解他吗？你爱他吗？你能告诉我米饭是什么样的人吗？我承认我不爱他，以后我也不会爱上任何人。这根本就不像你说的话，你现在还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我已经觉得没意思。我爸让我告诉你，这是个坎儿，迈过去就好了。反正和谁结婚都一样，只要他是个男的就行了。至少米饭心眼还不错。
他不会欺负我的。你这是破罐破摔。我就是破罐破摔。我倒是要看看我到底有多倒霉，还有什么坏事没让我遇到。七巧，你要振作一点，一切都会好的。你就别管了，反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除非是米饭改变主意。轿子来了，粗。你包了这么多。哎，油泼辣子，香油。你真能干。嗨，这都是没办法比的。谁打从娘胎子里生下来都会过日子呀？再说，谢谢。这好锅也是一天，这带锅也是一天，干啥包锅呢？就算明天一蹬腿一翻白眼，咱也值，是不是？嗯。哎，七巧，今天呢在菜市场碰见郝兰荣了，你猜他跟那说啥？他说那米先生跟你七巧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咱俩根本不配，还说让咱俩分了算了。啊？后来呢告诉他，那米先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要是有啥变故的话，除非是你七巧改变主意。今天华沙也来找我了，我也是这么说的，除非是你改变主意。有你这句话，咱俩这件事儿就算板上钉钉了。嗯，板上钉钉了。吃吃饺子，吃。吃啊。好了。没事。多吃点。好了，够了够了，吃吃吃。怎么了？一闻到这韭菜味儿我就恶心。这可能是吃啥，只要是动起动起就可能吃啥。哎，要不是这，明天我给你包萝卜馅儿，行吗？嗯，你也吃吧，都坨了。华沙，华沙，糯米饭，你这抽什么风啊？我爸我妈正说你呢，你怎么要跟齐乔结婚？我事先不说，更大的事情出来了。什么事儿？你得保证，第一个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第二个是得赶快。到底什么事儿啊？快说。齐乔可能怀孕了。你胡说什么呀？不可能！你知道什么呀？瞎说八道！哎呀，我就知道我说这个你们不信。再说了，我比你们大几岁，而且知道的也比你们多。我看齐乔那样，八九不离十是怀孕了。真的？哎呀，那怎么办啊？我跟你说，这事你千万不能让你妈知道。你妈一知道，她就告诉董春华，董春华那小喇叭嘚啵嘚啵嘚啵嘚一说，这全场人都知道了。行行行，我知道。可是我也不懂啊。那你听我的，明天你就带着齐乔到医院检查去啊。行，你呢？哎呀，那能去吗？人家不知道还为那吧，那谁齐乔怎么样了吗？行吧，行，我知道。这有没有啊？咱们看检查结果，大夫说了算，好不好？啊。
还有，这要是有，我跟你说，这肯定就是黄小猫我小子，这可跟我没有一点关系啊！我还一直都没有碰过他。到时厂里要是有人什么说三道四的，尤其是那董春花，他要是说啥的话，你一定要听了就扔，你知道吗？行，我替你辟谣。就这事，没啥事了，那回去了。那这心口堵得很。那你跟齐乔那事怎么着啊？我结婚的事先保提了，我自己都说服不了我自己啊。你千万也别把这事跟别人说。哎呀，我像那样人吗？你放心吧，这事儿就算烂饿肚子里了。哎，记着，明天一定要带齐乔去啊。知道。那我先走了。上映